我们挑战最快速度吃西瓜，好不好，冠森？这样吧，你们派几个人上来跟我一起比吧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看谁先把这一块西瓜吃完。一块是吗？就这么一块，看谁先把它吃完。那我挑一个小的跟你比，好不好？啊，无所谓，我也来。我口渴，我来。我也来一块。都在吃到。我觉得大家是不能现在吃啊。我也来试一下。我也来一个。哎，我也来一个吧。渴了，给我拿个勺呗。渴了。来，预备。你好了就告诉我们。来，参赛的选手啊，来准备啊。预备。谢谢。开始。耶！文龙也很快啊。你这浪。文龙也很快。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比他慢。我也有。对。文龙，我没看到你吃，你单独吃一个来。咱俩单比一个。对，你俩单比，你俩单比。预备，开始。小白的表情，小白的表情。你们几个好像榨汁机啊。必须承认，必须承认，丁冠森快。丁冠森真的快，他如同一台榨汁机。哎，嘉哥的这个西瓜从你们第一轮开始就在吃，到现在还没吃完呢。这叫优雅。西瓜汁，来吧，派一个人接受惩罚吧。我们派小白吧。我来吧。啊，来，熟悉的相片。好来。哎呦，丁冠森开心的呀！哎呦，我天哪！丁冠森的牙齿就很像那个勺。吃得快。这场。手拿开，手拿开，小白手拿开。好来。三二一走。白老师，你知道被抽嘴的那种感觉了吗？谢谢谢谢。肿了啊，出红了。